着中缺卡台北报道，艺人吴文轩经传发生车祸，他说爱车遭小黄 A 道，损伤惨重，钣金都整个被撞到翘起，让他十分心疼，目前正做笔录中，交通警察等人也到场勘验。他受访透露，本身车子比较大台，所以也有死角问题，但人没事，但仍受到好多惊吓。他无奈地说，算命老师说的真准，老师说我这个月会有车祸，谢谢关心，吴文轩。白社自脸书，吴文轩爱车车祸受损。白社自脸书。